时间到了，我去进厕所。站长，你快点弄开，还没打鸣呢。我不管，我是如厕监察员，懂吗？上不上厕所我说了算，这个点啊自戳不进。你好过分啊，站长。就是，你信不信我告诉谢老师。佳佳当如厕监察员的第一次值班，我悄悄观察下。好不容易当个班干部，必须汇报一下。想进去也行，把你的零食全部给我。哪都可以说，拿去。本班干部果然没分了。你的呢？坏蛋，我只有辣条。这个王佳佳，让你监督大家上厕所有没有什么规矩，你倒干起坏事了。上课铃响了。豆豆，出来也要交零食，快点乖乖拿来。不好意思了，我先上课去。哎呀，臭狗屎佳佳，我终于出来踩狗屎。你骂我也没用，谁让我是如厕监察员呢？大大，你可不可以让开？已经上课了。嘿嘿，没有零食谁也别想出来。好吧，给你吧。这个是？哼，王佳佳，你胆子比猪还肥呀！刚让你当个小干部，你就在那欺负同学。老师，我没有，是他们自愿给我的。乱讲嘞，我都是被迫的。哼，我都录视频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还死鸭子嘴硬，抢了你的注册监察员。老师，不要！我最讨厌上厕所了。